加拿大温哥华志工拜访一所小山老人院，带来欢乐还有温暖，真诚的互动就像是一家人。加拿大温哥华的暖阳跟着慈济志工一同到了老人院，长辈们就爱这热闹，还有这喜气的琴音。李崇高近20年，老人院上千次热食服务几乎没有缺席，也经常拉手风琴取悦长辈。静思与分享是欢乐过后的心灵飨宴，斗大的海报字体是方便长辈朗读的用心。我觉得开心，这真的一句话，我开心，所以我来了。快乐真诚相伴，这是孤单长者晚年生活的一点甜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应碧玉沈金泉加拿大报道。